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松。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，一只河马正闭着眼睛趴在水面上静静地晒着太阳，风儿轻轻地吹着，把河马都给吹得差不多睡着了。河马闭着眼睛，一副十分享受的表情。不过远远地看过去，河马半露出的背部就像是一块凸出来的小岩石，起码乌龟是这样认为的。他们也想感受一下这温暖阳光，正好错把河马的背部当成一块岩石了，就一只跟着一只地爬上来晒太阳。河马这种皮糙肉厚的动物一时没感觉有什么不对，不过随着乌龟的数量越来越多，河马感觉自己的背上好像有些沉重。此时河马的背上密密麻麻的全是乌龟，河马在水里面不停地抖动，想要把这些乌龟都给抖下来，不过没有用哦，乌龟正在暖暖地晒着太阳呢，哪儿都不想去，就是想晒太阳，所以河马只能来一个侧翻身。把这些视频前的你，如果存在房事时间短、勃起无力、硬度不够、中途疲软、阴茎短小、虚汗、阴囊潮湿、肾虚引起的腰酸背痛等男性问题，可添加中医老师微信8783400，中药秘方调理，对症下药。记住中医老师问诊微信8783400，海内外患者朋友皆可免费咨询。感觉到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，欢迎点赞和转发。如果你看了更精彩的视频，欢迎评论分享。